有了，干，上传又便宜。我这边上传会时不时的就乱跳欸，但我这边其他电脑也没有把 WiFi 开掉。然后现在上传又正常了，等一下会中途会直接归零，有时候啦。不是啊，台风都走啦。欸，台风走了没？看一下。台风动态。好，现在台风还，暴风圈还笼罩在台湾吧？有，还有。欸，走嘞。看一下哦，这是28号下午1点，走啦走啦，那就没事了。我靠！居然排到了，排了快10分钟。好吧，如果上传再爆炸一次，我就关台，今天就算了。那今天来做影片好了。我感觉我去我打 Overwatch 一样爆炸。哎，他怎么会有一个锁链？新招哦！我想想哦，第一层点造成伤害好了，团结就是力量，然后灵敏单路，这麦迪文真的很机车哎、欸。把它转下来。桑雅，桑雅，你在干嘛？为什么桑雅会有那一层啊？哎呦！这不是玩什么游戏的问题啊，因为开直播上传会卡，就是大家都累的。
哇，蛮饱的，好好猛哦。所以我的手有点短，欸，对面只有一个人在打，欸，打速好快啊。哦，一一单哦，难怪。我先撤退了，回头再战。哇，他补量好高哦！哈哈哈，竟然送头！哎呦，这血！哎呀，等一下 ，W W！ 哎呦，但我能量满了。赢吧，没紧，而且现在也没有什么天赋限制啊。但这游戏比较吃观念，还要吃团战，也要死了。但我们知道今天是没输欸。嗨，好哎！他真的很烦哎。上路两个人在打 ，OK 的。等下有四，哎，我们走四个人。哇，这个集火目标变好快哦！这其实跟那个斗阵的通病一样，就是你放盾的时候没人会想打你，然后盾一没你就被集火了。还是要等十等会比较好打，前面团战拿到优势。哎，对，对面的那个捕食好会捕哦。
那治疗量边是20000多。所以我们去上面吸经验会比较有把握。好，拍一个去吸经验。因为等一下会战已经出不成了，所以一定要把经验拉到死的。好，我们先吸个能量，让伤害变痛一点。可能把上塔拿掉。就骑到下面，不要打回战。要吸要死的呢，各位。吸完这波有机会，八等八等。快啊，队友，快快死等了，快死等了，我们可以反败了。哎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、欸，少一个人，走开哦！把我当棒槌啊！真的把我当棒槌！嗯哼哼，哎呦！哎、欸，不对，等一下。棒槌是你吗？但我们知道等级没有落后太多，那外塔还没掉。早上喝水了。我好难过，哎呦哎呦，我的妈！打就来啊！哎呦哎呦，痛痛痛！救命啊！能量虽然高涨，但我们要死光了。一下，冷。哎、欸，我们二换三，情敌兄弟。一个屌西、欸，这就跟斗阵打那个占领图一样啊，人家想上点，哎，点上吸一波，对面就爆了。所以我刚刚不知道对方吸谁。小鹿虽然移动速度很快，但是他没有逃跑技能，人家就刚歪他。看一下对面阵容的话，想一定要先吸到13等。我们有桑雅打的速度也蛮快的，刚刚拼速度吧。我们速度比一定比较快，那打就来啊，来啊！哦，虽然我没有大绝，不要好了。对面迫于压力，我们可以退掉。哎呦！不让被动。Nice！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赢了。过来啊，小！哎，等，给你护盾，给你护盾。
我的护盾会帮队友加20%的跑速，我有点天赋。哈哈哈，李敏是哟。哎呀，奇迹！画面卡哦，画面卡上传有时候会不稳。来来来，要赢了。上你看到画面卡，就是因为我上传那边有时候会变红色的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再忍一下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地狱妖魔会在我面前倒下。哎呦，这什么东西？不要好了，不要了，我觉得赚不到东西。我暂时无法站。对方好像会想追，不要。既然我们都领先一等了，回家。哎呀，没盾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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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那咋地啊？挤我他！哎呦，这个血量！帮我杀他，继承我的遗志吧！哎呦，哦哦，吓死了！还好有十夫，关键会战的卡上传又变零了。我等一下打电话过去好了。哎，这样影片我录下来了，所以等一下上传到 YouTube 了。又卡啦！这边poke能力好猛，再来啊，小鹿！快追快追，上马追，
一打架就看到，哎，怎么零换五了？好吧，我等下关台好了，今天开不了直播。台风天呐、啊，各种卡。我等下去做我的影片好了。啊，丹哥来送头，我大雪快转好了。哦，这个推漂亮。凡人，谢谢你。MVP。上船爆炸。啊，好惨。好啦，今天先玩个两场试试水温。上船爆炸，哎，再看心情啦。如果三点的网络 OK 的话，我们就开 Crash Fever 好了。原本想说今天要玩一个手游给大家看的，什么叫仲裁英雄？但我们只能用安卓开那个账号，那我就玩一次。新手教学给在那个用 Apple 玩新手教学，可能要晚一点了。好啦，晚点见，我先去看网络要怎么修。